王羲之《集自胜教序》第29页中的第三行，这朱左边是也是言部的简写哈，然后折笔再折笔过来，这边拉高一点，然后逆笔上来，再来重轻侧勾上来，再侧一次撇过去，这是朱文，这里有一个代笔动作，折翻上来，起来轻揉一下，再揉一下，然后有一点倒勾的感觉。书左边这是一个歹部的写法，折笔要很明显哦，轻重勾哦，好，这样带上去，逆笔上去，折加压勾回来，过来位置，哇，上去，这里一点，右边一点，